现在人在泰国清迈，然后我今天要来测试一款翻译机，你看超小的，这款翻译机它叫做旺德说，它的大小跟我的鼻子差不多大吧，所以它真的非常的轻巧可爱，小小的一台，你只要开机之后连接蓝牙，你就可以跟当地人对话。今天就是会来测试一下这一台翻译机，看它实际到底好不好用，然后等一下就是会用泰文点餐。你好，我想要一杯草莓冰沙。请问可以少糖吗？糖啦，能少点吗？能啊。OK， 请问可以草莓混合蓝莓吗？ได้ค่ะ。สตรอเบอรี่ผสมกับบลูเบอรี่ได้ค่ะ。Okay. 哎呀，我们家，我刚点到一杯冰沙了，真的成功，而且它的翻译的准确度我觉得还算蛮高的。然后这一款翻译机最酷的是，你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你可以在第三方，像是 WhatsApp 或是 Line 里面直接跟对方沟通。比如说我跟我老公，我就可以讲中文，他会直接帮我翻译成德文，或者是甚至你有其他外国的客户，你需要沟通的时候要讲英文，你可能英文没有这么流利，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翻译机讲中文，他就会直接帮你翻译成英文，甚至是其他的语言。我在贵宾室，你要来吗？ Ich bin im VIP-Raum. Willst du kommen?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要登机。Wir steigen erst in einer Stunde an Bord. 可以吃一下午餐。Kann zu Mittag essen. 不只是旅游很方便使用，然后你跟其他外国友人沟通对话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，推荐给大家。目前这一款翻译机有做团购的活动，那购时间跟价钱我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购买来使用看看。